嗨，宝贝。卡在星耀一怎么办？靠背，可是我没卡过。找人双排，找人排啊，找人一起排啊，就会上分了。哦，夜叉好哎，夜叉好哎。他怎么不选？有夜叉不拿，傻小。这把可能要出个那个龙女剑哦，好久没有出龙女剑了，出一下。上路自成的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再上。这傻小，只有我顺风是。哎，干嘛？凯撒路怎么一直死啦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一个人的武林。
找我靠腰嘞。抱歉，我雷了。又怎么啦？主播为啥要出斧头？因为红刀会被秒杀、啊。你出野刀跟他打，你一个不小心你就死，死了你全身满装，你一刀都没砍出来，你就死了。那你就是顶输出啊。要不你出野斧，你活久一点，多砍那几刀，比你出全输出，比你出红刀还要好。这个不是敢不敢战的问题，是容错率的问题。三指要怎么练？你就多用啊，一开始就先刻意去用啊，你用久了你就习惯了。